砍掉了，而近点这里还是我直接干拉掉江苏也。近点弱败倒地，而挚爱还在坚持。哦，很灵活的身法，反复的去狙掉了。对，骗你的身位，我后点有队友帮忙啊，我不着急跟你正面拼。波波拉不过去，重庆快来了，重庆快直接顶到近点，忙里偷闲先补一个人头，后点依然有队友架，再打一个挚爱。哇，这个时候挚爱在外边暴走，一路飞车疾驰而过，从天上架开到大海，四连枪王，一生挚爱。挚爱最后最终还是挺住了，不过。越过队友的枪线 ，JTeam 最终是处理掉了挚爱。但刚才他的那个身法，我们看到太聪明了。他已经做到了这一局对 VS 南部局势的控制了。